进出家门却得爬过水泥护栏，就连后院铁门也被钉上铁柱。老人家怒骂：地主太欺负人。前面的封住用铁链链住，等于就是说，他把我们全身绑住，来跟他谈条件，等于是说，在我的脖子上架着刀子，要跟他调解。 拿出油压剪，剪断铁链，在河里搬移水泥护栏，但就在这时候，地主出现了。我要出来斩！来，这是我的地呀，我的家，怎么我的家不能进？来呀！啊，你就没地方！过啊！争执路段就在竹东长春路三段这个巷弄里，地主指控住户在巷弄尾端新建围墙，违法铁皮加盖，挡住通道。 所以他也在前端摆上了水泥护栏，你不让我过，我也不让你走。奇怪，封了几十年，那我现在主要诉求就是抗争他们，你拆我就拆嘛，你封我就封嘛。双方纠纷其实已经吵了三年多，私下协调，明代介入都无法排解。但若真是要依照法律来走，违建的有错，挡路的其实也站不住脚。记者何孟谦、洪玉山，新竹报道。